吃的海洋大虾啊，这个大虾还是壳薄肉厚，清水煮，其实不用这样做，清水煮就特别香。哎，这黄，哎，这虾头特别香，嗯，这壳特别特别薄，嗯，是不是老有食欲啊？你看这个壳都剥不下来，算连壳一块吃吧，尾巴给揪揪。哎，汤汁就这样啊，嗯。锅里就这一个鲍鱼啊，还是给奶奶吃吧啊！我给你们看看这个鲍鱼啊，哎呦，它底下有东西不能吃的，这里这个东西不能吃，你看多漂亮，这个是内脏哈、啊，这是绿色，它摘下来，剩下这一块大肉全都能吃，这鲍鱼营养价值高，来给奶奶吃，是就等着吃鲍鱼，哎，我吃个望眼螺吧，望眼螺奶奶咬不动，望眼螺黄被我抠断，嗯。嗯，这个头刚才爆完了啊，有喜欢吃的，嗯，哎呀，有没有喜欢吃的？其实八爪鱼哈、啊、最好吃的地方就是它腿，嗯，特别香，哎，嗯，猫眼螺黄，哎呦，嗯。